一省长，玉警长，有没有疯了？真的最近很流行那个啊，拘束那个啊 ，Blackpink 那个女生，那不是出一首歌叫做《开花舞》吗？你们都不懂，哎、欸，要跟得上流行好吗？明天第五市场会来，会就聚会。可能还不来。谢谢，爱不啦？你来无？你要两只啊？你过来。你说叫他明显不要看太多，他我觉得他很少在看明显，他都直接去店里面。帮我两下，你跑出来。不会这样，不会啊，看不会，这张拢看不会，看不会这张拢看不会，拢不会去接个这样。你跑过来，我就跑出来。你看两块钱，你跑来，你写落来。十块钱不得，十块钱你跑，十块钱你跑，一块二十块尔。能包下，能包六。汉森达，能包不完。美丽莎就这个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有人问这个嘛，散装牛二两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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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不急啊，好吧。刚刚伊无一定，伊来到来到安，哇！我比你遐呢，实在哦。都，冇比比，我总在我大只，你比到啦。总在我大只，大只我大只边讲啦，讲个无好。贵几啊？爸爸，花生啊。花生几块钱？几块钱？哎。是美丽莎嘛，对不对？我都有记得你们讲了什么话，所以你们不能乱讲话。小易 ，Hello。那里不一样，时间不。哎呦，电梯了！哎，两倍哦。上礼拜忘了来乌日看我，没关系，这礼拜再来就好了。期待明天有特殊，希望违规，希望有。日本会看到帅哥吗？在路上的机会不大。我也有去过日本，日本的帅哥都在哪里啊？不过日本的女生，日本的男生都穿西装啊，所以在路上看到的时候都还蛮好看的。女生喜欢看男生穿西装，女生喜欢看男生穿西装，而且日本男生穿的西装都很合身，都看起来干干净净、很利落的。尤其是你，有些女生喜欢男生解开那个西装的袖子的扣子啊，去摸他的，去摸你西装的袖子，女生会很喜欢。OK， 汉森，谢谢啊。我先给你个手，我先给你个。快点啊，来，摸一下来，摸一下来，摸一下来。哇，好吃！把玉米好吃嘞，五百块五百六嘞，你两块两块四块五块，五块两块两块五块，包条给你五百来五百六，十块五百。然后我觉得很奇怪，日本人家穿的西装，日本穿的西装很少黑色的啦，我也是买了其他颜色。可是男生穿台湾的男生穿西装就很像黄总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台湾男生穿西装就穿得像黄总一样。真的吗？我这样。台湾男生穿西装不是像八加九，不然就是长裤，不然就是做，他不是五百吗？
三百，哎，六条三百，一条十块呢，是我的会员，三包呢，六条，哎，来，好，再来会员，十块买，来，三包呢，三百，我这边三百六百，我这边三百万，我这边三百万，三包呢，三百六百，也我这边来，来会员三包，来三包六百，我三百万。我会吃几个错的，谢谢，谢谢，我知道 Made in Taiwan 比较优，谢谢，谢谢。他是店家那个，对哦，这是我们店几位办呀？店几位办？几位老板？几位老板？哎，这是店几位办呀？还想给你？你怎么会做清理？你会吗？清理？1200，等一下，这个是什么鞋？连鞋呀，差不多呢呀。啊？怎么讲？我差不多呢，多些了。这个叫多久了？多久掉了？这中了十块。这什么时候掉的？这这等用差就了，差等等就了，差等再差多那。包括包括八厘米，也八厘米了，也是的，会涨价，三百六嘞，四个两百，四个两百三，三包，四个，五个两百三包，三包嘞，五个两百三包个，只要嘞，十张面嘞，十来张面嘞，十来十块两包，会低了，三包个，低哦低哦，一小只要五十块两，低哦呢，就会低只要五十块个，有没有啊？两包哦，两包个。200了，这是好，我不吃。你真是想不到，这村啊，唯一啊，等用这条这主导水流来。这个单杠的位置哦，开始啊，单杠的村啊有位的，开始啊。这个话好难来，这话。你昨天有留言，我知道，你是说你是公车大姐啊，然后你要的东西，我觉得最近好像很少。你要的东西好像就是最近比较少见。不要。啊，你这不可以啊。可以吧？可以吧？啊，这个玩意儿，来哦，过来。可以啊，那里。可以啊，那里哦，来。来，可以嘞。可以，你该叫可以，你过来，得了，可以叫我来。哎，干嘛来啊？我是青年。青年，我就会啊。青年，我不接。你吃什么饭？我看看。你吃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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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七点线五八六，不一样五八六，七点线五八六，不光七点五八六，不光七点五八六啊，老七的。好了，七点五八六了。哎。可以用哪个？多选择。谢谢你们，公司大姐。这个八块啊，搞起来。啊，不了，不了，三斤八呀，三斤八呀。
我是你的。好的。我住比较不稳。我先，我先走。这地方嘞，我们是无间，我们无在就啦。这地方，这地方，这地方，二三四五六七八。这收几多钱？两百块。这三百了，我这来超多吧？这两百了啦，多少来？两百。多少来？哦。两百了来。这超多多少来？这超多多少来？多少？两百了来。你说到了两包，现在算小东西，等用水用电弄出来，现在两包，两百块钱还算一包了，算一包，算小东西两包，算一小包的，一小包算现在两包，现在两包钱，两包的，两百块过来五包，算一包多钱两包，包一包现在两包，一包六，两包好像两包六，两包五块哦，算下不，两包好两，两包好两就算一了，好嘞，走，过开一届嘞，过开一届好嘞，每人好介绍嘞。蛤蟆没有，黄鱼有，小鱼干没有，河鲫应该没有。一百了，包了一百块，要不要？没有发的。你没有发？没有石目鱼柳吗？没有，没有石目鱼柳。一百块。只有柳叶鱼，没有石目鱼柳。一百块。来二十。啊。不会啊，不会。你也要帮我查哦，我有病。你今天不黑鲫吧？刚黑鲫。啊。刚黑鲫。我刚才在这做啊。今天没有吃木鱼肚是吧？对啊。哇。你可以抬鱼了，你赶紧抬，抬不上来了。我不收钱了。不收钱嘛？你说快。OK， 那我先把你的单子写一下。花枝丸，花枝丸呢？花枝丸你有一包还是一份？你老贵这几件呢？应该是200块。花枝条应该是200块。鲫鱼片的话应该是300块。那我多少块？哇，老好。好意思，那个样子是头刀、花枝丸、鹅啊、花枝条跟青鱼片。花枝丸我帮你留200好了，不要那个留一包太多了。200、200、200、200、300这样子比较便宜。等一下帮你留。逍遥早安。佳慧早。有。你做完了没？有好几罐。有。啊，我牛肉两次的。有。有两罐。阿哥，我。这个是小小孩，好，这个是小孩，好，拿五万的饭，五万的饭，谢谢。医生没有问题哦。没有啊。会出血，吃天狗、鱼狗跟五万五万之间的无油跟血管关系。没有小孩。五万之间无油血管关系啊？没有小孩。没啊，还无，来来，没关系啊。我在家里放哎，放一下鞋。要换一下单要吗？你要两来，你要两。要要。你要两甩装来放进来哦。你被谁买的哇？你被谁？你三斤两头谁买？谁买的哎？他得装仓库呢。无仓库呢，无是集中诶。那仓库呢，无呀。集中诶，是叫来，是叫来不叫来？都得是得，是买来固定的买，买来，买来，买。喂，你早。对的，牛小排这一波我不知道卖到什么时候，他可以拼一下进了多少牛小排。就几千人吧，他得几千人吧。三千人。三千人。不接了，不接。明天会有牛小排啊，明天会有。多少几千人吧？我加一点五呀。
排骨干面。啊，铁路排骨。没有。麻婆。你去看那边卖牛小排的店面啦。伊那边啊卖牛小排的开始店面啦。店面我还在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啊，喝酒啊。喝酒来。不，接下来贵贵小老板，小老板来，贵小老板，小老板。要不要我接我？这水里边好几把手摘，要钱不钱，我是水里摘。嘿，嘿。三百块，三百，这里我看，我看看，底下面贵州人的八百块，三百块。三百块，三百六，三百块。你礼拜二有去看我弟弟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你有去，你还在问说找不到，你还说找不，人家你还说找不到，然后人家跟你说那个水果街转进来就到了，我有看到，我刚好上线看到，你们小贩没有卖反而不会赚钱，当然啦，当然不会赚钱，卖爽的而已。三百块卖哦，三百五，三百五卖哦，来，我讲一个技巧，来。明天第五市场会有红条跟白叉吗？不一定，不知道。尽量啦，尽量啦，红条白叉。啊，这边买过来，接下来中间啦，有鱼缸啦，套起中间，套起来，套起外用，套起外用，套起来卖。你套起了切嘞，套起了切，你讲看好你赔啥，好你赔啥子啊？分两千，套起了切嘞，啊，你五十个，你就鱼了切。五色的鱼肉是真个呀，而且这嘛这个鱿鱼啊，已经赔上五色的呀。哎呀，哎，哎呀，好贵！头几天增加些啦，郑先生，包一公斤嘞，差三百了啦，对啦。三条食啊，是三百九七，两块三五十八千，六百千，两百了，光两百千，总共两百千，不光搞不能搞啦，这小块钱十八了啦，光光包什么钱？包十八嘞。你看你阿姨这贵，你看阿姨问题不是多加几千万万八，今天好外面。这个牛啊，两斤菜，三百斤牛了。今天没有安条。今天没有安条。今天没有安条，我帮你开。来。直接给他，你叫我超过来，我帮你。我我叫你开超过啦。没啊，是超标。我出个这些呢。对啊。我叫你开超过，太夸张了。我出个我跟那里。是哦。我啊。啊？我啊，我嘞，来下来就来我嘞。你去平时一个包卖两包，是哦。包两块，这包我一百零五块钱，这钱包卖我来，三块钱，五块钱，不够卖。三百多哦，三百多，棉花一包五百。一百，哎，买整包的不，没有卖整的，我是几块钱？十倍，十片，十倍，十倍。哎，十片，不要钱，不要买那个，包一斤当然钱，不要买那个胶片，自己那个上毛胶，上毛胶，煮的煮的多少来？包一斤的嘛，包一斤卖百块，一包卖卖你百块，包卖三百块，三包卖三百块，包一包好命。我叫人来，三百块，三百块，三百块，卖一包啦，卖多少块？是啊，三百，三百。到三百了，是啊，三包回来，现在三百块，三包好卖，三百块，三包卖三百，包三百块，两包来卖，卖三百块，三包卖，三包三百块。三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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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四包三包。老九，来三包。你只有卖留一份喽。三包，这个超市我卖留一份的。三包卷，三包九五卷，四包卷，三包六，三包四包三百卷，六包好。一包两包卷，八包六，一包三百多还可以的。两包八包卷，一包两包八包六，两包八好。你村长，你村长。村长，来。我连这些都冇吃，来，你不吃啊？这块都是包，加入我别入，这块叫我包，还是你来包嘞？啊，你不吃啊？啊，包啦，不用啦。来，不吃啊？我爸，就是包娘啊。哎，包娘我。包娘我啊。收到。多要来，多要来。要吗？好了，来。今天几毛了？今天几毛了？今天几毛了？大杯来，现在大杯来，只买一公斤来，现在只买一公斤来。留一份福碗。大水杯好，几毛了？大水杯来。福碗。多少钱？只买一杯，只买两块，只要我看，只要我能借来，我包钱。两块来，现在我包。刚才卖多少碗的吗？三百了，现在三百了，现在多少？
不能够我兄弟啊，你要我有了看，不能要，能加你要，能不能要我回来，能不能要我来我来，不包能不能要我。回家玩。回家玩。好玩。这样子我放好，你刚好我来试一下，阿哥。这不行哦。